话说在日本红遍大街小巷的街机游戏《机动战士钢弹极限对决 4BOSS》也即将在1月30号推出 PS3 版本喽。而且预购亚日版的玩家们还可以获得双封面铁盒哦，是不是对台港的玩家们很有诚意呢？而且在游戏中最特别的就是连线模式，可以直接和街机连线一起进行排位战，光想到可以和日本街头玩家们一起同乐，是不是就已经热血沸腾了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如果近期有去过日本的朋友，一定对电动场内满满的机动战士钢弹极限对决 4BOSS 印象深刻。这款游戏由于有高超的操作感和平衡度，加上连线对战，可以说是目前人气最高的钢弹作品。而 PS3 版终于要在1月30日推出咯。游戏中采用2-2的方式，超过90台以上历代 MS 机种，包含无限正义、Double O、暴丧女妖等等。此次还提供了两种 EX Burst 技， A 型是以爆发力一口气打倒敌人为目标，而 B 型则是以持续稳定的攻击来击溃对手。前作只有部分机种有的 Burst 攻击，此次也改为全机种均有。游戏中当然各种特别的任务和 MA 战也都一应俱全，初回特点还赠送 EX S 钢弹，钢弹迷们上啊！機動戦士ガンダムエクストリームバーサスフルブースト。